定好钉，天亮出发。去哪儿啊，师傅？师傅，那冰月姑娘怎么办啊？她有伤在身，暂且留在义庄，多休息几日吧。师傅提到的古藏金钉，难道我记错了？没错，绝对是欧家之宝。好了，你可以出去了。此事不可张扬。是，明白，队长。上午就到了，快了，明日晌午就到了。明天呢？等到了洛阳山，把我一起埋了吧。师傅，碰上这种鬼天气，马上要下雨了。师傅，前面好像有加客栈。 刚才说不让血棺碰地，碰地会怎么样啊？师弟啊，你连这个都不懂，棺材落地，生人不利。以后啊，你多和师兄我多学学啦。生人不利？那熟人是不是没事啊？哎呀，是人都不利。啊，哎，啊，香香，过来，过来啊。这样吧，我们还是老规矩，长的我不少，短的你来少，怎么样？从小到大我都没赢过。 这次我先抽。嗯，
这次我赢了，我拿的可是长的。师弟，这会可是你先选的，老规矩，长的我不守，短的你来守。哎，看准了啊，你可是抽的长的哟。嘿，长的我不守，短的你来守。对，好像是我熟。喂，你可别吓唬我，我可是护工的。啊！怪怪的呀，而且就连这里房子的布局都和别处不一样。哎，房中套院，妖气不散。看来今天有麻烦。哎，师傅，没你说的这么玄乎吧。你哇，有肉。哎，哎呦师傅，老朋友好久不见了啊。两位是觉得我们的饭菜不可口吗？有菜无酒，影响胃口。那就开门见山吧，让我见识一下本店的特色。哇塞了吧，师傅，这给美女，我以为你一身正气，没想到也是个好色之徒。小调皮。淘气，今天我就陪你好好玩玩。旁门妖道还敢出来害人？小宝贝，小跳王，现在知道恶心了，刚才恨不得一个人全吃。敢玩老子！小妖，来吧，谁怕谁啊？你还玩阴的？
看来今天是留不得你了。师兄，师弟，我来助您。这是他们的圈套，血关重要，要速战速决。师父，他们都跑了。跑了？不管了，血关要紧。好。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师弟，师父嘱咐的30年起关重葬时机已到，我特地赶来助你一臂之力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了。我先去追赶逃跑的猫妖，咱们在义庄会合。师兄，那我们义庄见。把车装好，准备启程。是。